我不想要说太多，不能说太少。What I really need, what I believe in you。歌手周兴哲在镜头前一边对嘴，双手摆出手枪手势，发行的新歌《说太多》，同时也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曲，但不只是纯让歌迷听歌这么简单。跟我一起来挑战吧！打开 YouTube 手机程式，按下制作按键就能创造短影音，这是平台新功能 Shorts 的作品，点阅率都超高。周兴哲也透过这个发起超夯手势舞挑战，邀请粉丝参与，获胜还有神秘礼物。我不想要说太多，不能说太少。What I'm really need, what I believe in you。我不能说太多，也不能说太少。I just wanna be free, I just wanna be me。不少人都来参加助阵，像是网红阿翰化身超人气角色阮月娇，跟周兴哲同框，每一秒要做什么记得一清二楚。还有像是好友徐伟宁、网红黄氏兄弟、选秀节目的选手也加入行列。另外洗脑的还有这首。吴建豪的新单曲 It's On 同样是靠超有记忆点的旋律搭配舞步，吴建豪的好友林书豪也来跳看看。身穿花衬衫以及棉裤白袜，林书豪超康来诠释，动作跟吴建豪比确实小小不标准，但更重要的是意气相挺以及带起挑战热潮。 TVBS 新闻上面将徐云婷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